大家好，我是北美冰友，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意大利风味的煎鱼。先准备三块鳕鱼，意大利风味的那个调料，还有一小勺柠檬汁，适量的盐和胡椒，加去水分，然后将柠檬汁、意大利风味的香料，还有适量的盐和胡椒，腌制15到20分钟。锅热，加一点黄油。上面加一点胡椒，再来点盐，这里可以出锅了。旁边再放上两片柠檬，装饰一下。再撒上点 parsley。意大利风格的煎鳕鱼就做好了，希望大家喜欢，谢谢。